第二次打距离第一次打多长时间？有2年多吧。好爽，这回几巴掌？这然后就发现这巴掌。哦，那还挺长的啊。又因为什么事打了？因为也是买房，他要买房，我要买车，所以造成了这个两人的。这会儿几巴掌？这是不是巴掌问题了？这是一拳头把眼睛打青了。把眼睛打什么？打青了。打青了。是。哦，没打着眼珠子。没有。啊，这就开打了。最后谁胜了？就是你买了车还是他买了房了？买房了。那就还是他胜了。啊，